下周周报中午之前必须交完，那肯定交不了啊！我这还有一堆事儿呢。好好好，我这边尽快，好吧？好好好。胖哥，你别催。报表拖了好几天了吧？实在是人手不够，忙不过来。别的组都有实习生。 不像咱们，易管线的合同确认了吗？确认了，等我把报告弄出来，马上拿去盖章。打印盖章这种事，谁都能做吧？ 哎，那位小同志，来，有一份很重要的工作交给您。什么任务？这个没用了，拿去碎了，千万别乱扔。如果被发现了，按泄密处置。啊，还有，打印机里边有四份合同，都是咱们的，和这个是一份，千万别弄混了。哦，好。 胖哥，我去见客户啊。哎，好。你又怎么了？胡总，这份合同好像有问题。什么问题？林经理说这两份合同是同一份，那应该除了批注之外，其他都一样吧？可您看，这份没有批注的上面多了原则上的三个字。 他们怎么能不留修改痕迹呢？少废话，从头检查一遍，让他跟着一起检查，十分钟就回来。赶紧的吧。哦。 怎么样？ 确定吗？啊，确定。限定条款加那两句不成了屁吗？这么糊里糊涂的做事情，这行你还想不想混？对不起，吴总，我真没想到他们怎么会就……易管先生什么德行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哎，乔总，吴克之，哎，哎，啊，合同我们已经看了，原则上呢是没有问题的，我们会尽可能尽快的让法务给您签了。啊，应该的，啊，把那三处改了，重打。是。
怎么去碎着？